只因涉及我的私事，但裴云前辈之事，却是千真万确，无半点虚假。否则，我何必送还他的佩剑？裴余黄三家都知道有一名青云宗弟子从仙府出来，正在通缉此人。你是好我裴家，将罪责推到另外两家身上，便可得到庇护。我见过的世家，都是仗势欺人、不堪一击的臭鱼烂虾。 我何必寻求你们庇护？罗师弟，你隐瞒在先，仙府又只有你一人存活，一切都是你一面之词，恕我难以相信。真相如何，我自会动用秘法分辨。既然你不信我，那就动手吧。 满身魔气，你修的是魔道，是又如何？罗师弟，修炼魔功会影响心智，即便你心性本善，但也可能做出违心之事。 万魔涌动。 罗征的天赋潜力，下一届的大比时，他应当有希望拿第一。他对上裴天耀，还是力有未逮。罗征，你可以的。 你破不开我的金钟罩，我不想伤你。来！活动天下！ 金钟罩不过如此。裴师兄的金钟罩被破了，破了，耶！哥哥加油！哼，不过是破了金钟罩而已，得意什么啊？师兄还没正经出手呢。 罗师弟，不得不说，你真的很让我惊讶。我也很惊讶，本以为裴家和其他世家不同，但没想到你竟然是不辨是非之人。云姐如同我亲姐，我务必要弄清真相，方可为她再添之力。因此，罗师弟得罪了。 千山皆拱福，九幽十泪尽除名。梭罗法印。
你已被魔宫影响，杀心太重。哼，这不过是你为了把我的罪名坐实找的借口罢了。般若掌，多罗夜指。 罗师弟，你杀心成性，该伏法了。你没资格审判我。恶业害身如火，事有妖魔行恶，轮回至地狱，便会受着业火焚烧煎熬。你若心中无恶，这业火对你无可奈何。 若你真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这业火便是你的地狱。黑天要是禅修，本就克制罗征的天魔真气，再加上业火，生死有何惧？千锤百炼，成我大道。你杀业诸多。 魔性深重，伏魔，冥王法阵，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